哎，你听听。过年嘞，奶奶给小孩放猫。对们好在想，这不马上过年了吗？我奶奶常说的一句话，女人一到过年前，把这个黄毛揪一揪，利散一点。今天就让我奶奶给我用这个老手艺给我揪个黄毛，你们有没有揪过？我们这边一般女孩子出嫁前都要揪的。哎呦，这娃娃，你说今年出来这么多的白头发，太操劳过度了。奶奶，你知道这叫啥吧？叫啥？火拔毛，差点把它没有一点拔了。一刮拔的不没三球了。哎呦，他妈！奶奶，这个手艺都快失传了。都是刮骨，越刮越刮出来都是黑个色子。过年79岁了啊！嗯。我这两天不来，你想我来了？一天看一天，一天看一天，又看算这两天大概有点肉多毛了。这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手艺、嗯。你那会儿嫁人的时候揪来了吧？揪嘛，那会儿最讲究。我奶奶就一到八九月这，咱们这儿撒好多。上来割三毫，揉三毫，那会儿光就不好，别密麻麻揉的可大了，晚上揉一早起个好一杯，一早起好一杯。你奶奶对你真好，我奶奶对我挺好的。你奶奶抽烟吧？人家我奶奶不抽烟。奶奶，你抽烟多少年了？30几让抽的。如果你奶奶知道你抽烟，肯定说你不是好孙子。不拔来了，小屁子！别别别受一个罪，上一个火把毛不拔。你和老娘娘吃个老死你过不？你吃把孙子疼死！把吃个老死还没有我这，王八蛋你！对嘛，用拔过吧，太疼了。虽然感觉很清爽，哎、是咋疼吧？但是可疼了。八块钱不由得了，来还来，这工是别的，孙子给你剪头发。哎呀，我的好孙子、啊，年前最后一次剪头发了啊！来，老婆儿、奶奶，你知道人大概能一辈子活多少天吧？看活岁数大小，超过40000天。我大舅舅是一边上老婆，一定要学会爱惜自己。那会儿人都吃的是。杂粮、粗粮、正儿八经吃的，什么想吃什么。是我上没有其他的东西。头发别的。你这过人。就染了吗？还染了？染了吗？不找老伴儿，还染的俊俊的。奶奶。啊。我过一年装房衣，等房子装好，我把你家母家给我收过来。太亲切，太亲切，还能老实哈。以后我是亲戚了，我来了你就给我把好吃的了上来带啊。哦，几天嘛回来我。准备打电话，我说都是侄子，明儿咱又看见你，给你们老汉俩手了。这我跟我还手了手吧，你倒不给我打电话了。手了手，那就好着了。哎呀，这两天这个鸡，一天一个样啊。这两天好像不好好讨喜了，也比较少了。这两天该把200-300杀出不来嘛，明年给你拜来拜年的人多了。来了都上我楼来不吃饭。哎，我奶奶也满头白发了。奶奶，我那天可两只别溜别个来了，你知道吧？我看见了。一进老婆坐，别溜别着的，有一个是我们姑舅奶奶，是吧？我逗他了，我说我不知道你是老几的，我就喝奶了吧，妈一个。今年忙完，明年咱们就我就轻松一点嘞，有时间咱们跟春爷咱们吃个，一边串一边旅游啊。哦。嗯。而个肉店都不如正规嘞，也就能交到我爸爸，给提提手上嘞。我一看两个在楼，也辛苦你。妈是呢，一家人嘛。春爷常说，只要让提提跟小飞两个。干的捋上路，毕竟嘛做过生意，对吧？
他们两个在店里面拉出个配货发货、嗯、我跟春燕两个干直播。天天一年开大车，都赶紧收款的，你爸爸都儿子女儿还都拿着钱款的。行，让他在头上放一会儿啊。嗯，你们开什么时间能洗嘞？20分钟。托尼老师的一天结束了，看把朋友们染得好好的，头发一染，瞬间老婆年轻了10岁。要是真的年轻上10岁，咱该多好。好嘞，今天最后一次理发，嗯、朋友们，今天我奶奶给我揪了个黄毛，我给我奶奶理了个发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，咱俩该滚别滚嘛。哦。